Hello，下午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现场直播啊！表弟好主意，我们今天有麻婆豆腐啊，麻婆豆腐啊，然后会有一个照烧酱，照烧酱烤那个青鱼啊，这是青鱼。那我们两道菜啊，今天会分享一道青鱼用照烧酱。那我们今天会用那个黑白叶来烤，然后第二道就是我们的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做麻婆豆腐，我们要准备两片豆腐啊。这个是的，这个如果说你要做的美的话你可以啊，来帮我们烂一下。啊，放一点油啊，一小汤匙的油。OK， 我们一个小汤匙的油啊，我们来烤啊。这油为什么呢？我们油烧的啊。你没有烤炉，你就用来煎。来煎啊！你来煎啊！我们就很方便，就放进去，好像很多人用 air fryer 又不知道怎样用哦。你先给它热一点。为什么要热一点？给它热锅了，是热锅了。OK， 我们六分钟给它热锅下220度啊。它这个叫热锅。来，小五好帮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视频。另外的是说，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金鱼，叫金鱼哈。青鱼。青鱼啊，不懂。一个立，一个青啊。那个金。金啊，金鱼啊。这个是鱼，鱼字旁。鱼字旁。然后隔壁是青色的青。也就叫青鱼啊，青色的鱼啊。来，我们这个鱼就是马拉干参哈。可以冰了哦。对。它冰没有？可以冰了。哎，这个你根本可以在。你们这鱼呢？你买懂吗？代表地点买啊。沙巴鱼，沙巴鱼啊，沙巴是沙巴吗 ？SABA，SABA 啊，沙巴在日本餐的时候，你吃一条呢，啊，然后就是你叫了，它就是一套了。你只是单叫鱼20来块到30块啊？看什么啊？它一套套煮了，它一套煮就卖你不少钱啊。我这鱼你如果有来到这里呢，你们也可以跟着买这个鱼来吃。我们这个鱼在这里的鱼。啊，沙巴 fish， 青鱼啊。它的那个纹路很美哦。哎，我看到号码了，像不是像3号，隔壁2号、9号，像不像有号码的？来，那个鱼出真字了，哈哈。来，下午好，帮我们分享啊。你看嘞，这里，表弟这里就很多的这个鱼来可以买了，所以你们等一下我也是可以拿回家吃。对，你可以拿回家吃，OK 啊。然后我就教大家做一个照烧酱哦。我们会做 teriyaki sauce， 你看这是不是有没有 number？ 你看，有号码。二号，哎，1123是吧？1123。这个我都没有，他看有就是什么。哎，像这是给我的。不过一般像我们这个，你如果要做的要简单一点的话，或是说做的美一点的话，你这个我们的托盆啊，涂一层油。放进里面烤一下，给烤它，给它有点热度。它有个热度的话，然后我们拿去煎，就是你的锅。好，比如我的锅已经有了嘛，就是来热锅了啦。我们就个煎就是。好，当然我们现在做的是。This fish expensive 的话，会贵吗？这鱼？不会，多少钱啊？沙巴鱼？还是你卖东西还不知道多少钱的？哦，等一下，查一下价钱呢、啊？对，我们查价钱先啊。那今天就是我们在砍啊，你看来我们差不多是已经2分钟了了。两分钟就好。对，不就两分钟，它已经有热度了。你看，有热度了，几乎可以咬了。好像可以拿出来了。应该是22块。22块。22.2块，就是说，意思是说一条才多少钱？一条7块钱了、哦、啊。7块钱了。对，这个已经烧了，有烧了，我要放一个放。啊，这个是600克的，比较大只的、啊。我们600的是25块啊。OK， 它已经600克，已经做了。看我们放一点油啊，我们今天里面烤一下。就是说它有稍微热就好了。对，打底有一层油啊，油已经热了，那才两分钟而已。我不要这样做可以吗？可以的，直接放进去也是可以、啊。但是你就不美了。哦，我是皮向上啊。先这样把皮先下降。Face down 那个皮。抹干它啊，抹干它就是没有水分啊、哦。你可以东一个西一个喽。真的看不到有号码吗？没有啊。8055了，哎，刚刚好3个，这托盆可以放3个。我们这个600克的，这个25块啊。对。
你先可以煎一个地，我们先做一个8分钟啊，先烤一下8分钟。你要怎样烤？就是我们用一个200度啦，200度。其实你可以喜欢你可以每天调的，200度你可以调 temperature 200度。OK， 200度。我们8分钟好不好？八分钟。200度八分钟啊。八分钟。我们本地鱼吗？沙巴鱼，沙巴。日本鱼，青鱼，日本餐馆很普遍的。是日本餐馆一定有的。沙巴。来，我们现在200度，八分钟啊。那个青鱼是它的皮是向下的 ，face down。这个鱼在我这里很好卖，很多人会买。所以我看到很多人会买的，说哎，反正我今天要教大家煮菜的话，我顺便做一个分享了哦。OK，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这个麻婆豆腐你们一定要写。来，麻婆豆腐我们要准备的是猪肉，猪肉碎、冬菇碎，这个生冬菇啊。生冬菇啊，然后买不到生的，不用。这是一个蒜，一个姜。双油，姜油。两个都是姜油啊？不，姜蒜。哦，这个是蒜。姜啊，掉不过油啊。这是蒜。OK， 一个。姜。和蒜这个花椒，花椒不去它，拍它，稍微拍一拍它呢。然后还有一个青葱啊，这东西很简单啦，就是加个红辣椒。我去买红辣椒买不到啊，对面啊螺丝里都没有红辣椒，我厨房也没有红辣椒，不可能没有红辣椒。那辣椒籽就有，啊辣椒籽啊，这是没红辣椒，没有红辣椒。OK， 有红辣椒你就放红辣椒啊。来，下午好，欢迎光临，帮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视频啊。来，我们给他上1000人好不好？这个麻婆豆腐呢，其实是很好吃啊。麻婆豆腐首先我们要用的是麻婆豆腐的料理，那个豆瓣酱啊。我们要一个豆瓣酱啊。豆瓣酱。一定要豆瓣酱啊。我们一定要一个豆瓣酱，什么牌子都可以。表弟也是有卖豆瓣酱啊。Hi, may I ask if I can deliver to your sister Cafe JB for self collect?可以先去回那边吗？可以。Cherry 可以。Cherry 你跟后台讲，你要把这个 FIR send 给维拉的。表弟会交给维拉咯。好不好？那个时候你可以省邮费咯。那么新加坡人啊，你可以从红那边拿咯。来，我们准备两个高级润滑豆腐，然后有一个高级的字在前面。你豆腐你这样弄开了，你要讲解会破嘞，你就要敲。敲，给它空气跑进去啊！给它敲，空气跑进去。当它空气跑进去的时候，有空气的时候呢，这个豆腐呢这样倒就出来了。哎呀，好厉害啊！好厉害！这个就是一个活塞嘞，活塞嘞，非常塞嘞活塞嘞。I PM later after your life. Thank you 啊。哎，今天我们就是照片，我们就是中间过去。有人这样子开始这样子切啊？请问店在哪里？我们的店在 Pearl Point Shopping Mall。哎，大哥，你要来吃饭喽？不用，不要去隔壁店吃。你可以来我们的前面隔壁店啊。Yes, friend, no bean paste, taste good. No so salty, salty. 我们的那个豆瓣酱在这，豆瓣酱。对，那豆瓣酱哎。OK， 来，我们就是中间，就是条，就是九宫格上也是。九宫格。这样就可以了哦。OK， 拿上来，就是纸袋开了，它给它空气跑进去，敲久一点，对，敲久一点，它就跑出来了，对，敲一下，只要空气跑进去了，是吧？你有些人后尾开个背了哦，都可以。为什么开背呢？开背是要空气跑进去的吗？对啊。我来，有吃你的煮的豆腐吗？来，因为我吃不完啊。我没有吃哦。我们当个是晚餐呢，当个晚餐。榴莲我吃太多了。哇，这榴莲饱了。今天买200块榴莲。是香港吗？商店不是啊，我们在 Auckland 这里的 Pearl Point Shopping Mall 啊。学到了，谢谢。对，我们在 Pearl Point 啊，这个在卫生上面写 Pearl Point Shopping Mall 啊，你就会来到这里啊。我们一楼这里。来，千人的来，再留守来，我们千人好不好？这一道菜啊，你们一定要学啊！如果有红辣椒的话，要红辣椒碎。你那边没有红辣椒没？没有，真的没有红辣椒。我这边也没有红辣椒。没有，那个辣椒不早就绞掉了啊！青葱一个青葱。我们现在。呀 ，Pearl Point Shopping Mall， 我们在 Pearl Point Shopping Mall， 我们的旗舰店对面就是表弟的那个咖啡馆，咖啡馆在那边左手边。
来，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帮我们分享我们视频啊，很久没有见了、啊，我也来吃表弟的豆腐啊，来表弟的豆腐，大家尽量来吃啊。表弟的豆腐，哎 ，What type of tofu you use？ 哇、，we use the smooth tofu， 滑豆腐，滑豆腐啊，它是写高级嫩滑豆腐，多少钱啊？这个？啊？多少钱一盒？快半钱一包。快半啊？啊，快半钱。表弟店在哪里？我有机会我去表弟的店买东西。我们的店在 Pearl Point Shopping Mall Old Camden 这里。很久没有这时间做直播的。是，这是要Mickey 跟我讲，哎，回来做了。昨天他也讲了。不是，我叫表弟多一点做。你说的。啊，你。明天我也做，明天。啊？明天我也做。钱到位啊，天天报到没问题的。啊？钱到位，天天报到没问题的。钱到位啊！啊，钱不到位了，难讲了。Mickey 越来越 handsome， 谢谢赞美啊！哎，你知道他哪个人？我的 handsome 被脂肪给埋没了。哎，他小的时候很好看的哦。啊，我长大了。小时了了，当必教哦。啊。有没有卖磨刀啊？我们没有卖磨刀嘞。我们有送磨刀。但是我们有送磨刀的。要看你那个真款真版那个送了。Hello， 你们好。MCO 天天都有做啊。啊 ，MCO 啊，我们现在没有 MCO 啊。豆腐一元一盒，但是我们这个快半啊。那通常上，那种普通的豆腐都是一块钱一盒啦。这个我们是快半了、啊。高级豆腐啊，叫多一个高级，贵多五毛。小弟你在摸什么？马铃薯本要多切吗？哦，他准备马铃薯本。他这里的店呢，也很限制。没有，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在这里，我就麻烦了。哎，我一个锅都没有锅。现在是 CCO。今天我没有用锅。表弟 ，no more do insurance already. Hand over to Mickey。表弟没有做啊 ，Mickey 在做啊，跟 Mickey 买保险了、啊。啊，做保险买保险找 Mickey 就是了。表弟没有做了。OK， 现在我们有这个酱油，我们有拿出来。请问这个是木的砧板？对，我们有卖啊，这个木的砧板。卖啊，它是德木树来的。德木树是最好的砧板啊。啊，最好的砧板。我先把酱啊盐啊。它很乱水啊，那东西，我不懂，还要再摸。啊，事先没准备好啊。OK， 现在好了，你移好了。那移好了，我们反看一下。啊，反过来啊。OK， 刚才我们第一次烤的鱼啊是八分钟，对，220度啊。对。八分钟200度，我们是 face 到的，那个鱼的皮啊是向下的。嗯。我以为表弟的店在中华，新加坡进去会比较方便。哎，好远哦，我们好远哦。那么你如果放假的话，有来 KL 的话，顺便来 visit 我们啊。欢迎来 KL 啊。啊，来 KL 的话。有上营点，有经过这里，啊，过来逛逛一下。OK， 这是我们刚才烤的，八分钟200度，那个鱼皮是向下的。现在我们要反身噻。啊，还要再烤啊？烤多三分钟啊？对，再烤多一个六分钟这样的。六分钟啊？刚才是200度还是200？刚才是200度、啊。对，现在我们烤上，你看很香啊，鱼啊，这个。你看我们这样子是也好吃的，是吧？是，现在其实这样都是几乎都是熟了的，但是我们要给它焦一点，啊，所以要焦一点啊。嗯。现在我们又再放回去啊，它已经有油了吗？鱼，那鱼本身都有点油。嗯，一二三，哇！你看我。OK， 我们现在哇，看我。哈哈哈哈哈。哎，我们放了220度了，刚才是200度，现在220度啊。我们烤焦一点啊，要焦一点多，焦一点比较香啊。八分钟了啊。OK， 来，现在我们第二次烤啊，那个鱼皮向上好了，220度，八分钟。OK。When in KL, where to buy 海鲜product？ 你可以加油公司买，表弟这间店也是有卖。很多了，中国的超市都有卖了。现在才进来，刚才那鱼放什么调味料来烤吗？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放。等一下我们会调那个照烧酱啊，哎，很容易了，照烧酱。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来，我们的这是豆瓣酱啊。懂了啊。OK， 现在我们做的豆瓣酱啊，对，现在我们做的是煮这个。看你直播了，谢谢。麻婆豆腐，这个麻婆豆腐要咸啊，这麻婆豆腐我们满足了一下一个
煮到姜的一个麻婆豆腐。OK， 姜、姜末，哎，姜跟那个蒜嘛，蒜蓉啊，嗯、啊，姜、香菇、鲜菇、鲜菇、鲜菇、肉碎、肉碎啊，你可以放牛肉也肉碎都可以，肉碎、鸡肉碎也可以，哇，猪肉碎比较好，因为它有油啊。OK， 花椒，花椒拍拍它啊。花椒要用来拍。青葱。还有一个青葱。当然有红辣椒，你一条红辣椒，红辣椒一条切一。看一下豆腐酱。啊啊。我们的豆瓣酱这个，你是讲豆瓣酱啦、啊？我们是这个豆瓣酱。OK， 然后我们豆腐，我们豆腐的牌子是这个牌子啊。啊，如果你要 follow 的话，你可以跟这个啦。啊，表弟很喜欢吃豆腐。哎。啊，现在表弟喂大家吃豆腐啊。啊，所以我们很明明的啊，我们是用这个来做。哎，我什么都没有，我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带啊、哦。你要找东西都没有哦。你要找的，再放在这里啊，在这里没有。哎 ，Hello。我水啊，放那个，你先拿一个水啊，给它滚先。我们穿烫它，水阿嘎阿嘎的啦，就是要穿烫。穿烫只要穿烫而已。水滚了，我们就可以放下去了的。So long, never watch 表弟 live。水滚了，我们放进去，给它滚， yeah. 稍微烫一下，稍微烫一下。嗯。上个月去表弟的 coffee 店吃叉烧面，还拉丝人啊 ，fried bacon chicken drumstick， very delicious， 谢谢。这个啊，就是稍微烫一下，烫它，对，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就拿上来。对，把这个炒在这里。啊，烫一烫它，为什么要烫一下 ？OK， 只是把那个豆腐烫烧它、啊，也把它的豆腐有味道的嘛，那个包在那边的豆腐味太重了。他讲豆腐味不会那么重啊。嗯，那你烫一下豆腐，那么也容易煮，烫它一旦也容易煮，因为豆腐烫烧了已经是烧了嘛。等一下我们煮的时候放下去，稍微搅一搅，啊，豆腐就不会碎。啊，不然你豆腐就碎。这里我们开了，开大火。我就坐在楼下 Starbucks 看 live 啊。哎呀，你直接上来看 live 吧。哎，上来吃啦来吃。等一下多。哎，我两样菜了吗？多二十分钟上来吃啊。多二十分，我一玩的时候你就上来就对了嘛啊。嗯。有饭吗？没有饭。啊，这个，你直接烧锅啊，你没有放油是吗？什么都没有放。我们先热锅先来。热锅。我们这样煮饭呢，其实我没有锅。我要开一个锅，我一开一个锅浪费，因为我很多锅在旧的office 那边。来，请问你家的砧板的优点是什么？什么是德木树？德木树是最好、最耐用的，管理地的木了。管理地的木，在啊，德木树，如果你是懂得木的砧板的话，德木树是首选。嗯，我在新加坡实在看不了。OK， 现在我们就我这锅、啊，我们放点油，加点油啊，你好。啊，牛肉蛮热的，这样，我们就放什么？哎，我们把我们就不当熟了啊，在这个东西说，就这样，末切这样。来，蒜末还有姜啊，蒜末兄弟，那个不叫末，姜末，姜蒜，姜蒜啊。Where is this place? This place is 啊，我们多水也放下去。我们在这个破罐子里放啊。这边我就跟着料肉这边先交火，羡慕了。他们说德木柱啊，他们说你有大小，你能开来过来。你这个多少钱大概？啊，那个木板，那个是我们八十多块而已。八十多块啊，我们那个砧板。你要看圆的砧板两米啦，圆的就贵一点。OK， 我们这样敲这些，你可以放点什么料酒下去。啊，喜欢我煮菜是香的。料酒来，料酒。是。前几天来表弟店吃啊，吃大喜的嘛，还有虾面啊，非常好吃，谢谢啊。谢谢，来。然后这个是什么？那个豆瓣酱，豆瓣酱两个汤汁啊。嗯。我们有卖豆瓣酱。豆瓣酱我也上来吃，等我五个小时。到哎。五个小时。谁来的这么快？五个小时。啊。应该没有了。OK， 我们就在这里稍微炒一下啊。炒一炒好像。OK， 我们前面的那些料啊，我们放进去，然后我们就放两个汤匙的豆瓣酱啊，还有我们有放料酒啊。如果你想要豆瓣酱更浓一点，你可以放多一点点啊。来，我们加一点热水上面。来，加热水啊，一点就好。嗯，对啊，你要一点。
要一点。OK。啊，一点肉，那个因为这个肉水，现在煮菜阿哥阿哥，现在这个肉水这个水啊，你放下去真的是要把这豆腐的料一盖上去了。哦。啊，那么这个水差不多是300ml了啊。眼睛看300ml啊。差不多300到300ml。看了300ml啊。就反正可以放多一点，如果你要味道更重的话啊。啊，目前我们放2汤匙啊。你可以啊调味了，调味你是说啊你要来糖。一个半茶匙啊，这样一个茶匙半的糖啊，就是半汤匙的意思啊，一个茶匙半的糖或者半汤匙啊，少许的盐啊，来盐少许的盐，不放味精吗？要，我们就慢慢来，很大火哎，这个开小一点啊，就是很大火，那个因为我还不习惯用这个电子炉哦。来鸡精粉一茶匙啊、哦，来一个茶匙的鸡精粉 ，OK 盐，刚才我们是放盐一茶匙半，鸡精粉一茶匙，然后少许的盐啊，试试一下味道，试试就试试，呀、yeah. ，来再分享，再留守还差100人，我们就1500，可以，可以，味道也可以。啊，大家可以啊。那么如果有消要有点嘛，就可以放一点黑酱油。黑酱油对。嗯，好，乱水。哈哈。要有点颜色啊，但是不要太多那个颜色。要有点颜色，就是红辣椒的颜色。辣椒也不要。青葱的颜色，还有阿导油的颜色啊。阿导油倒不能多一点点。阿导油不能多一点点啊。现在我们是 orange color 啊。我们放黑酱油，对，我们颜色是这样，像这样颜色是这样的。它颜色如果有，我怎么没这样啊？如果有辣椒油是最好的啊。辣椒油啊，嗯，这个还是辣的哦。对，那还有辣没煮啊？那我们豆瓣酱是带辣的啊，有辣椒就放辣椒，没有放紫甜椒也行。你要更香，你要更浓味的话，你要放豆瓣酱可以放多一点，是不要浓。刚刚用了什么酱？我们是用这个海天的豆瓣酱。我们用豆瓣酱调味酱来的。来，我点点的黑酱油。来，我们放少许的黑酱油。点点就好。像有颜色，它上一点。可以看一下料酒吗？当然可以。我们放一点点的黑酱油。我们的料酒是这个海天的。嗯。好，海天的。海天料酒，它是姜葱料酒啊。姜葱料酒。OK， Is this 表弟 new shop？ Yes。Yes。来，我们打芡啊。拨芡。OK， 新手就是一两只的。对，新手你不要太水，不要给它滚啊，水不要太滚啊。请问表弟，肉骨茶每天都有吗？有，已经平稳了，平稳，天天都有了。OK， 我们开大火一下啊，开始的时候不要太大火，等你下去啊，变得给它糊状一点。一直搅，搅到糊状，搅到它变糊啊。还可以再打芡，这样我就稍微稍微，你叫他们打芡，辣椒油，辣椒油啊，他叫他去拿辣椒油，辣椒油，颜色啊，这个就是这个已经是糊了啦，啊，就是糊状了，糊了，我糊了啊，糊了，一下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丢那个丢啊，来给大家看这是什么啊，花椒。这个一定要啊，这个少了这个就少灵魂了。对，花椒打下去。花椒，因为它是麻麻有麻麻，就是麻锅豆腐，麻在前面啊。对，有点麻麻。一定要麻的。现在我要开火呀，反正不能开了，放回去都不能开了。你要教人家教你怎样用吗？我应该在这里。你应该那边关掉再开锅。关掉也是这样。Never put the silicone spatula in pot啦。这个 OK 啊，我们可以耐热了。可以耐热了。我们可以耐热到220度啊。我们的硅胶啊，可以耐热220度啊。OK。可以了。好，坏了咯。不是坏了，那不能怎样开关。不会用啊。你快点 call 那个，你 call 那个 sponsor 来教你怎么用啊。赶紧，我那个叫。三人就有没有接？你要先关掉，关一段时间，又可以了。
这个另外的。请问这个木板可以刮吗？如果可以刮，剁肉啊，可以可以，虾肉都可以啊。可以啊。请问要如何清洗呢？木的砧板就是来多久要用？要更换？看你的保养啊。其实都是好的东西，怎么都要保养。看要保养啦、啊。如果那个木的砧板发霉的话，你就不要咯。但是我为什么发霉了，你就没有说上来啦？Where mouth beats？ 好，等那个。OK， 我们现在等辣椒油啊。哦，不会了，应该是这样的，要按三秒。哎，你 hold 住先。hold 住三秒啊、哦。哎呀，等辣椒油来啊。Hello， 你好。哎呀，不好意思，这里是嘎兰嘎波啊，嘎兰嘎波。对，因为这里是卖东西的地方呢，他自己的所有的那个工具都不在这里。因为我连锅都没有啊，锅都没有，我用这个来做了，就是有用这个。你在讲什么？那边一大堆锅，不是哪一个人？哪来就是浪费了嘛，因为很多锅在旧店里面。左手边一的按键久一点就开了。对，他才发现到。OK。这是我们的辣椒油啊，开了、哦，有辣椒油放辣椒油，没有辣椒油啊。Okay, 我们在这也可以、也可以放辣椒啊。你要放一点盐下去，那就好一点。我们再炒下去。来，把我们的豆腐啊，不要用来铲它，不要铲，对，慢慢堆，慢慢堆啊。对呀、啊，你最好是用小汤匙啊。你真正大厨都是用小汤匙煮啊。小弟弟用的电炉还是在那边的，两个都有，两个都有。这是电子炉、陶瓷炉，两个都有。你好料的。好，把放葱花和电炉。这火柴板的。啊，火柴板。小弟按的太心急了。哇。你拿汤匙就好像一个大厨了。Oh my god！ 这样给摔到，整个那个豆腐啊会碎到完嘛？不然你煮到来，豆腐碎到完。来撒上葱花。这个炉多少钱啊？这个炉是双色的，我们有人双色了。OK。撒上葱花啊、哦！你不撒上葱花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步骤。看到都想吃，哎呀，还在淋辣椒油啊？它就红红明明了。那我不喜欢辣椒油，我可以不要淋。可以不要淋了，对，这个是一般上我们比较漂亮一点的。嗯，在厨房我们就会这样的。哇哦！撒上葱末，完美。这个是麻婆豆腐，先给大家麻婆豆腐啊。对，来一碗饭来。煮法非常简单的哦，所以我这个麻婆豆腐呢，其实大家煮这个麻婆豆腐呢不难啊。好好吃，对。来，这是我们的一盘麻婆豆腐。那、麻婆豆腐可以在哪里看得到呢？在我的代表弟的食谱啊。对，我的食谱里面有教大家。有你有放那个食谱的link吗？对，现在就是很多人说，你们可以买表弟的食谱啊，如果有话，你们就是在食谱里面可以看到啊，你们可以继续做啊。OK， 我们的食谱我们有给的就是这个，你们可以拍照我们的 ingredient。OK， 我们今天做的就是这几个，你们可以 screenshot 拍照。3、2、1，这是准备的材料，猪肉碎啊，滑豆腐。生冬菇、姜末、蒜末、红辣椒、青葱，各是该我们前面准备的。然后调味料就是豆瓣酱两汤匙，一汤匙的料酒，清水200毫升，一汤匙的酱油，半汤匙的白糖，等等，这里全部都有啊。你们可以拍照。OK， 如果没有我们的食谱书，你们可以下单啊。我们有卖这个食谱啊。OK， 对 ，offer 的。新店的 offer 68块，原价88块。好、如果没有买过我们食谱的话，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呢、OK， 来打上 B1+1。表弟什么时候出第二本书啊？应该难点吧。西马运费9块啊，东马30块，新加坡40块，他没有时间做啊，老实讲。B1+1这个是我们的食谱书啊。那么我们的量杯啊，如果要下单的话，我们也是有。
两吃两杯啊，68块也是。啊，如果你买食补再加两吃两杯的话，西马免邮给你啊，或者是你这个产品买两套也是可以。我们两吃两杯，你看它金黄色的，然后它的那个木是天然的木来的。OK， 我们两吃两杯就是68块，现在有兴趣打上 M 一加一。M1+1 太远了，好想吃卤肉饭，过来啊，过来啊。How to order? Just scan the M1+1。啊，如果要食谱书，就是这个 B1+1 啊，68块。OK， 然后最后一样就是我们刚才用的这个包啊。OK， 我们的包原价是原价是498啊，498块，之后我们现在是售卖178啊，178块。有个盖的啊，有个盖给你了 ，A1+1啊 ，A1+1。西马运费10块钱，东马40块，新加坡50块啊。西马朋友，拼单啊，这个包拼单，这个包很美啊，这个包很美啊。这是刚才我们用的，刚才我们用来煮那个麻婆豆腐的。这个什么品牌？啊，这个表弟。表弟的牌子来的。178块。OK。啊A1+1，表弟的牌子啊，表弟，这是表弟、啊。这个是外面的这样的品牌，是卖400多块啊，真的是百、啊、这样的管理费。500啊，妹子。对，498。啊，498啊，所以在这个是其实是厂家剩下来的300来克，我刚刚烧过来。OK。啊，所以我们的鱼也是好啊。对，我们鱼好了，我们要做 teriyaki sauce 啊。我们这个鱼已经烤了，所以我们做 teriyaki sauce。我们的照山酱啊，照山酱很简单啊，一汤匙的酱油就一汤匙的白汤，就是一个啊，一汤匙的酱油。那当然你的甜度是，好像在日本餐他们的甜度是很甜的啊。对啊，我们放多一点啊。所以我们可以放3汤匙。来，3汤匙的白糖。白糖。对，3汤匙的白糖呢？好不好？你要的是需要的是一个海鲜酱油啊，是海鲜酱油，因为是比较贴切的这个照烧酱。如果没有海鲜酱油的话，普通酱油都可以。啊，就没有酱香，可以这样的普通酱油都可以了啊。我们用海鲜酱油啊，表弟的卤肉饭好好吃，谢谢你，谢谢啊，赞美啊。OK， 来我们3汤匙的酱油，海鲜酱油啊，1汤匙。今天，等下你就经过就买猪肉，猪肉碎，然后买豆腐回家炒一下就好。嘿这一道菜啊，晚餐搞定吗？这一道菜啊，这个才8块钱不到。真的超便宜，8块钱不到啊！啊，豆腐2片3块钱，对，肉碎才一点点啊，肉碎一点的 啊，最贵是肉碎啊。啊，你记得刚才吃榴莲那么快就到表弟店，榴莲我12点就在那边吃哦，哎，12点1点这样啊。啊 ，How to order 表弟 cookbook？ 学乱这里啊。啊，表弟的 cookbook 啊，60道菜啊，中英文的对照的食谱啊，打上 B1+1。KNB1+1，我们卖68块现在 ，OK， 运费方面9块钱西马运费，那么东马30块，新加坡40块啊。啊，想要不要那个两吃两杯了？两吃两杯的话，要一起的话，西马免邮啊，买两套拼单的话，西马免邮，打上 M1+1。小汤是有卖吗？有整套 ，OK， 68块 M1+1啊，西马8块钱啊，东马20块，新加坡30块啊。OK， 就是我们这里一套了，我的先不，我们有一个杯250ml 了，125ml 了，啊，80的 ，OK， 这里是40的，六十，还有一个汤匙，还有茶匙，半茶匙，1/4茶匙，哦，你可以拿到8样东西啊，8样东西68块啊，对 ，M1+1这个啊小汤匙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锅要不要？这个锅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打上 A1+1啊，这是表弟品牌啊，这个是我们各货过来的。啊，178块，178块 A1+1啊，啊 ，OK， 来，所以我们的调好我们的酱的时候，我们淋上去就好了。我们就是你的鱼苗出来，不是淋，要煮，要煮一下。对 ，OK， 这里呢，我们就是这里3汤匙糖，3汤匙酱油，那么100ml 了，一、二、三、四、五、六是90ml， 我们90ml 可以啊，可以到7了。OK， 就是100ml 的水就是了。啊 ，OK， 我们一汤匙就等于15ml 吗？对，啊，15ml。OK， 所以我们这里100ml。我们要放一个一汤匙的料酒下去。Pot how many cm？ 我们的 pot 多少 cm 这个？18 cm 啊，简单，18 cm。好大米啊，哥哥。OK， 来，我们还要放酱那个吧，料酒，一汤匙的料酒、啊。搅一下，你就把它。OK， 很简单啊，我们照烧酱就是，你的酱油最好是啊，
海鲜的酱油啊，我们是用海鲜酱油，这是我们海鲜酱油，三汤匙海鲜酱油，三汤匙的白汤，然后100ml 的清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多少汤匙？1汤匙，一个汤匙的料酒啊，一个汤匙的料酒 ，OK， 然后我们去滚一下就好了，我们其实弄热它就好。OK， 我们的这个取出我们的青鱼，青鱼已经煎到很煎了哦。哎，这个跟日本煎的一样哦。对，煎到哦，皱皱的。皱皱的，煎到我们就。你要拿一个美丽的盘来装。美丽啊。啊。美丽的盘。鸡公碗叫美丽。哈哈哈哈哈。鸡碗。来来，怎么你叫做鸡公碗了？这个美了，这个。哎，鸡公碗啊、哦，儿时的回忆。海鲜酱能煮什么？你可以来放那个饭团，点饭团很好吃。你把那个饭团哦，你有时候我们吃饭啊太多了啊，孩子没有么吃，还不是留下很多饭呢、啊？你那个饭团拿去煎一下，弄成饼，然后你来点那个照烧酱来煎。哇！啊 ，OK， 这已经好聊了。现在我们把、这个、要买汤匙 inbox 你们就可以吗 ？OK， 买汤匙这里自己来，买汤匙你自己打这个型号就可以了 ，M1 加一就可以了 ，M1 加一。OK，Angeline、okay, 他就会送给你了。OK， 你那边上。OK， 这个就是拿去煮。OK， 来我们煮一下我们的糟头酱啊，滚一滚下。你们如果方便的话，过来表弟的店啊。啊。顺便可以吃了，今天。对面吃饭来看看表弟的产品。顺便这里也可以吃了。OK， 我们烧一烧一下。然后勾芡是吧？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勾芡。我们要勾芡粉。要浓度一点。你不然的话，你就煮到其他起胶也可以。起胶啊，黑膏啊，分享了，谢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就是这个样子的照烧酱是我们自己做的。如果你很多时候我们买的利亚给刷刷回来，就是放在那边煮，没有煮了也不好啊。所以你啊，三汤匙的酱油，三汤匙的糖，100克的水，加上一汤匙的那个。料酒当然有味淋是最好，味淋是日本，味淋是日本料酒啊，那个料酒了，日本料酒，日本料酒更香啊，更贴切了、表弟，你的碗碟从酒店没有搬过来吗？是啊，很多东西都没有搬过来表弟那边偷藏的吧，他开都没开过。OK， 你可以给他稍微煮一下，你那边很用到没灯关掉了，对就给他煮一下，因为他的糖给他糖溶解，给他溶解，给他解煮一下，他就会有一点浓稠。好，那当然它这个是我们那个味道的话，你要可以试一下。What is the name of the fish? Saba fish, S A B A 啊，沙巴。味道很香。沙巴，沙巴沙巴沙巴 fish。我煮的还不会这么多甜，那在日本餐他们的那个酱是比较带甜的。我们看看一下啊，就是好。稍微滚一下，给它煮。原来我们不是买，如果你们可以买遍的，外面买遍的那种的利亚蒂刷水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们自己制作啊，有时候我们买不到的话，要怎样处理？你家里有酱油和糖就可以了。酱油和糖加一点水，那么给它滚一下，滚一下，那么你就可以做一点像小小的这个芡粉，芡把那什么粉勾芡啊，这个刚才汤匙有那个鱼的粉的味道。你看那个酱油慢慢的浓度了你放久了它就会浓。Where do you buy this fish? 我们的店在这里。放我们有卖。这里就是我们的鱼啊。对，就是很多鱼啊，这里很多鱼。这里有写价钱啊，我们的价钱多少钱？这个20多块，25块，它比较大只的。小只的就25块，这个25块，小只的啊，三斤半呀。我们的锅皮酱在那边呢，我们锅皮酱表弟的锅皮酱这里吧。你看，你慢慢煮啊，它就慢慢，如果真正要煮啊，你就要时间去慢慢煮它，煮到它的那个粘稠，它就很香了，慢慢的干身了啊。当然，如果你说要快的话，不用急，你说。你可以选择勾芡还是直接时间的？可以。勾芡我们看你应该要倒下去了。芡粉要煮到那个薄薄的芡粉啊。那个芡粉的调制方式就是一汤匙的粉丢两汤匙的水啊。对。表弟的店在哪里？我们在 Pearl Point Shopping Mall 啊。Jessica， 你在 Waste 那边啊？
写 Per Point Shopping Mall 啊，欠款多了一 点。Per Point Shopping Mall 欠款快一点，多了一点点。你看多很多，加水，加点水，加点热水。我都跟你讲，你会有一种想法要去玩下去的，我一看就知道你在做梦了。开龙头很咸啊，开龙头就很咸。开龙头所以它就黏到很多。再加水啦，加点水啦。太快了啊、哦！老师，所以要抽丝吗？我看到它那一点点，我觉得它是要倒入进去了，倒完了、哦。那种心态就这样子了，不要浪费了。有连接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吧？但是它不会咸过头啊，因为那个这样那个啊。来，你试一下那个味道 ，OK 吗？可以的。今天我吃了的，不要太浓郁啊。来，谢谢今天的观看啊！我先给两道菜，表弟今天先给大家的就是麻婆豆腐，还有一个照烧酱。啊，照烧酱青鱼 teriyaki saba fish。当然，你们没有 air fryer 的话，你们可以用来慢慢煎它，啊，把它煎香。哦，太久没有见你的直播了，对，欢迎回来啊，欢迎归队啊。明天要直播？明天直播？啊？明天要不要做直播？啊，我明天反正我就在这里了，明天直播啊。哦，明天五点下来了、哦。啊、你不能承诺了、啊、我可以承诺、okay. 金钱承诺今天承诺今天就限量了 OK 来我们有麻婆豆腐很简单啊表弟的麻婆豆腐来可能前面没有拍到、啊、我们这道麻婆豆腐啊是我们表弟是用一模一样的这个那个食谱的那个材料和调味料都在这里啊给大家你们拍照啊表弟你要多开直播啊很多粉丝不知道你只有开店呢、好我们就是特地时常开播，就是让粉丝知道我们有开店啊。OK， 来，在我们关播之前呢，刚才我们用了工具油，量杯和量匙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的杯这个是250ml 的，然后125ml 的杯 ，OK， 这里就是有一个80ml 的，还有一个60ml 的，一个汤匙，一个茶匙啊，半茶匙和四分之一茶匙，八样产品啊，在一个 box。两个 box 给你啊，这两个啊，我们只是送卖68块，原价是88块，现在68块啊，有兴趣可以打上 M1+1 啊，西马运费8块钱，东马20块，新加坡30块运费啊，谢谢大家。那么我们食谱书，如果你们没有买到我们食谱书啊，是时候买了，因为还是扣20块啊，原价88块，现在68块啊，请你支持表弟啊 ，M1+1。你有买那个量匙量杯，再加上这个食谱书免邮啊，西马给你。我有买两本食谱。西马免邮给你啊，啊，或者你买两本，或者是两套的那个。量匙量杯也是免邮啊。OK， 西马9块，东马30块，新加坡4块啊。B1+1 啊 ，Keyword。请问切菜板多少钱？我们切菜板有很多款呢、啊，还有我们今天就是用了这个18cm 的那个，这个5寸啊，也是5寸啊。5寸钢铁啊，这个牌子是表弟的牌子啊，表弟的牌子啊。啊，你不喜欢表弟，你可以不要买这个表弟的牌子。我们很多购买啊，原价498块，应了表弟的价钱啊，马上 downgrade 啊，178块啊。A1+1啊，这个也是你可以拼单啊。啊，表弟的 A 牌是什么牌子？他自己的牌子来的。我的牌子，对。啊，他的牌子，你可以来店内看看，表弟 VD 表弟啊，我们很多正版，我们有独木树，给大家看一下。你去看没看？OK， 你要介绍吗？哎，你好，你好，我们有圆的，有方的，方有大中小。对，方这个是一个有小的，圆的，哪一个呢？独木树这个白的块。独木树，对，这个是很圆的，很可爱，很值得买了。这个你回去啊，你看了，回去正水它就密了了，密度了了。圆的、啊，然后我们有圆的，大的，大一点的，大一点的。这个最大的是320啦，我们的对，三百最好的木，对，这个木啊，表弟人叫饭店的金酱啊，金香酱啊，金香酱是有甘用啊，在我的食谱有甘用喇喇，明天做啊，你就有卖喇喇噻，明天做甘用喇喇啊，甘用喇喇 啊，我们最重要的是会调这个甘用喇喇、啊，对啊 ，OK， 所以你们可以过来直播来啊，可以支持表弟 啊，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店是在 Per Point Shopping Mall 一楼。我写地址给你，你应该不会来，但是你很简单，你写 Per Point Shopping Mall 在位上面 p
per point 啊 ，OK， 这个就是煲汤机啦，什么都有啦，啊，当然，如果你在外面，你附近也是有煲汤的店的话，你可以跟煲汤买，那我们营业到很晚五点，啊，那么我们开到十点晚上，啊，如果你要买鸡的话，你还是可以过来这里买菜啊，啊，顺便来买菜啊，来啉咖啡啊，我们有地基金啊 ，OK， 我们有地基金啦。啊，很独工啊，地精精他们的。这些茶叶都很好的茶叶啊，很 quality 的，健全茶种。当然，你这个你不用解释啊，会喝的人一定买了。对，他这个是会喝的人来茶精的。啊，健全茶庄。健全茶庄、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很 quality 的。下一次我会介绍啊，叫那个健全的第三代掌门人来跟我们做分享的茶叶啊。好，所以现在你不是五点半直播，上还要是五点呢？啊，明天五点呢。明天五点，每一天五点了、啊。明天五点了。明天五点了。啊，五点了。五点了。明天就。五点了。啊，五点了。Tomorrow 5 o'clock。啊，明天五点你们。Five p.m. 你们要五点是五点半。哈哈哈！礼拜天有开店吗？有啊，我们 shopping mall 366天都要营业，有两天休息。明天来现场吃。啊，明天来吃。甘香辣辣。啊，甘香辣辣。啊，甘香辣辣，你要做很多。啊，我煮两包啦。啊，这么用了啦。红参那罐茶也好喝，很好喝。哎、欸，谢谢。红参那罐哦。林文讲啊，大家好喝。真的那个101那个是吧？啊，是那个，我最喜欢的。好 ，OK 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啊。然后明天我们再见啦。我们献给大家这个刀叉窑。对，再教你这样煮。五点半比较好是吧？柏林讲五点半 better 啊。好。我们都习惯你时间了哦。OK 哦，五点半。啊，有五点半哦。来，我们今天这样的东西，你出去，你在家里煮，又这样，又看到又干净又好看，又那，出去，哎，两道菜就好啊。这种就是在餐厅里面煮出来的东西，你们在家里面。家里两大两小啊，就可以这样子吃了。要好食，要好煮，要容易煮，真的表弟教你简单煮对不对？来一个 air fryer 这样烤一下啊。没有 air fryer 就用来煎哦。OK。你们真的如果真的要订我的 air fryer 有心要买我的 air fryer 啊，你们今天下单。我额外送你，爽啊，表弟爽啊，送一个面包刀给你，我的。你有没有放钉啊？来，表姐，你是一家吗？来，我是额外送的哦，星期一班呀。他讲今天送面包刀哦，如果你要买的话。那我 A 牌的全部三零四，整个马来西亚找不到有个 A 牌的三零四不锈钢，全部在这里。你可以来到店里摸一下我们的东西，对，我们全部是白钢的。对，表弟讲今天下单送多你面包刀。对，送这面包刀知道多少钱？108块的面包刀。我们面包我真的是送了，我这面包刀不只是面包刀啊，它可以切水果啊，它也是水果刀，面包刀水果它可以切木瓜、西瓜。像这个叫磨刀，可怜了这个。那个小的水果刀。这个叫磨刀。小刀。他讲这个也做饼干。这个是什么？切嘛？切西瓜？切木瓜？切黄梨？是不是？切那一个芒果，切来呀、那个。所以这个108块，我们这个送给你了。如果你德国杠啊，你私信后台，表弟乱来。没有，我是爽的是，我人是这样的吗？要就是。哎，白月还有扣18%吗？没有，不要跟我讲啊，不要啊，给你的时候你不要来，你不要去。我但是送了这个108块比18%更高。扣这个也是一样的，108块啦，差不多一样啦。啊，虽然没有扣 10% 啦，但是他给你一把刀啦。这把刀跟你讲啊，用过的知道什么面包刀好用啊。来我这里啊，要表弟你的刀哦，放高一点啊，我觉得可以放高一点，我怕小孩子拿到你的刀哎，对吗？人多的时候啊，会啊，找不到。太小就不能。好。OK， 来，喜欢我们这道料理啊，这是真的好吃。你这个烤，这里烤箱已经值回，我已经用到值回票价了。来，谢谢你们来。这个啊 ，OK， 我们只是有用了就是豆瓣酱啦，就是来做这个麻婆豆腐了。OK， 谢谢大家，说我们明天见啦，好不好？灵魂几时下来？OK， 说我们明天见，拜拜。明天5:30啊。5:30 ，OK， 拜。